不小心惹到小易的话，应该会很负面。你现在什么意思哦？你在跟人家批评我啦？哈？你刚才讲了还不够，现在又讲我，你今天是什么回事？啊、没有没有没有比喻，比喻？你还敢讲你比喻啊？你要跟人家一直讲我、欸？啊，冷静点，喝喝杯。哦，你先回去讲话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喝杯酒，降火。什么意思？降火哎、欸，他讲降火。他要降火，你看是不是亲戚？等一下就不吃辣椒了。还要给我吃哦！我要说说还不给我吃哦！我不要说还要给我吃哦！好了，给回你了，又给我吃，什么意思？是谁给你吗？我刚刚讲胡萝卜，还又给我吃了。等你帮帮我先。还要叫别人帮忙哦，这个人什么意思、哦？他一直说你很难搞哎、欸。你说我很难搞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。好了，喝水先啦。还要逼我喝水？喝水是好，喝 plus 吗？现在天气热。